宋姐堪称不归路，从业人员现身说法。到了现场，他说商量一件事，我们今天医生来了。仪器也来了，测射护线啊！怎么全国观众看到射护线？那一集呢，就是要做飞行伞，飞上去，因为反正有教练带嘛。突然一阵就觉得不对劲，胃开始滚。铁丝网围的一个房子，我进去吓一跳，你知道吗？一只比我大四倍的鳄鱼那边，鳄鱼一个女的，她那个来了，可是制作人还是要她下水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潮。